华富财经傑出企业大獎踏入第十二年，今年共颁发十二个奖项，肯定及表彰有卓越成就表现的企业。奖项与香港商界发展一同走过高山低谷，见证时代变迁。今年更以睿智营商再闯高峰为题，希望藉此嘉许卓越企业在过去一年风高浪急的环境，仍然秉承信念，并以独特的营商睿智站稳业界，锐意缔造更高境界的精神。